邓伦生日马思纯杨幂送祝福，好搭档杨紫缺席，两天前曾为李现庆生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微博对明星的特殊照顾，每当明星生日就会自动生成生日信息，于是这条信息下面就成了粉丝和明星的各路好友轻松送祝福的阵地，久而久之，这里也成了检验和鉴别明星关系网和朋友圈的地方。很多关联度极高的明星如果不送祝福，甚至还会被感情绑架，被质疑关系疏远或者不和。两人合作的电视剧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夏天热播，助力李现大红大紫，现在两人关系很好。就在邓伦生日前两天，李现过生日，杨紫还在微博上单独发照片和文字为李现庆生，这一前一后的新旧搭档的待遇反差有点大，自然要引起网友关注议论。